他个人可爱啊。睡觉。睡觉？他有在睡觉吗？弟弟收哪里啊？谢谢。我们的手超级脏的，刚刚在地上爬。你要叫他起来哦。不要啦，他要休息啊。轻轻的，轻轻的。你干嘛撞他？你等下去给我洗手了，你。你要踩到花柜杨俊仁。你小心哦。轻轻的。你是给他抓铃吗？弟弟，你是要给他抓铃吗？哈，从头摸到尾。轻轻的，轻轻的，杨俊仁。去洗手。嗯，对啊，你不要。啊对啊，还摸摸眼睛、摸嘴巴。快去洗手。瑞瑞，你也是，等一下你要洗洗手。你在帮雅玲哦，你看他。嗯。好，轻轻的。我看你要摸阿贵。他刚刚那样子，他也糗。你是在帮阿贵按摩吗？哦，不怕的，嗯。上次他突然冲出来，他还是吓到啊！吓到。对啊，花贵宾站起来都比你高了，对不对？站起来。对啊，你有害怕吗？站起来。好。